家好，我是马叔叔。我们今天呢来学一首 B 的所在。哦，那这首歌呢有点困难哦。一开始呢来一个小拇指跟这个无名指放在第一条、第二条的第二格上面。好，接下来你的这个中指跟食指呢这样子放在这个第三条跟第四条，可以吗？很好的吗？好，那隔音是 A 吼。好，全部拉起来，五、一、二、三。再来是二一二，可以吗？接下来是零，再来是二，那你用你的食指就滑下来二。好，再说，弹慢一点哦。接下来是 MIG7， 好，是零。二零，开始 A 和 D， 附点哦，噔噔，接下来是一个 D， 好，五跟四哦，再来是 D mi， 来到第五条，不是第五条，第五格哦，第一条第五格。好，先到这里哦，我们把它全部连起来试试看哦。前面7刷去，二零，行吗？再来是五七，好到八。在五七五，吹口音哦，六七，可以吗？这边再收，听到这里哦。好，前奏有点困难哦，我们再弹一次，弹慢一点，全部连起来哦，试看。零，二跑下来，回来 ，major seven， 零。二零，再来是 D 麦，来到主歌。